你再打几局，赢了咱俩对半分，输了算我的，怎么样？大爷，现在有没有时间呀？有。那个小伙子想找你打一场乒乓球比赛。可以啊。你水平怎么样？我水平一般般吧。专业的？没有，不是。他一般般。一般般。就是业余爱好。对。那行，打来一下啊。行，打两盘。行，谢谢大家啊。好。发了啊。好。我去。哦，漂亮。哎呦，哎呦，大爷太厉害了。随便玩。妈，现在要。行，你待会儿不行吗？别，不玩了吗？好球！我漂亮！我去，这根本就没法打！我拿来，等会儿不行吗？不差这200块钱？给你，哎，小伙，哎，咱俩打球，你输了，干嘛给他钱？啊，大爷，你别管，你好好打就这样打，等会儿你赢了，我请你喝饮料。那行，我不打了。说实话吧，这小子人傻钱多，又菜。我跟他打了，他输一局给我200，他赢了我给他200。那关我啥事？那这样吧，大爷，你再打几局。赢了咱俩对半分，输了算我的，怎么样？我刚刚没发挥好，你知道吧？这样吧，咱这次打把大的，咱100，600的行吗？没事，给他打，给他打。行。我去。好球。哦哦，漂亮！不好意思，小伙子，你又输了。来，小伙，我打吗？说这样啊，打把大的行吗？一把5000的，敢不敢打？没事，咱打。来。没事，他懵了。喂。哦，行，行，我先过去。行，好。大爷，我有点事，我出去啊。待会你赢了，你把他一把给我就行。行，没事。sorry， 不好意思啊，大爷，水平挺高的。大爷，那个钱结一下呗。小伙呢？那小伙呢？输了他给。哪有什么小伙，就咱俩在打。我输了是不是给你钱了？啊，你收了没？收了。对。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。你带钱，我叫人送吧啊。哎，你干嘛去了？
我们在拍一个反诈骗的一个节目，今天是有点捉弄你了，但是我们不太好意思，给你表现，对，感谢感谢感谢，不好意思，真不好意思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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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杜绝赌球行为，贪小便宜吃大亏，关爱老年人，从我做起。